为很多人其实他们也知道有毛发的问题，但是可能就是找不到合适的方法。对，所以有的很多是用很多比较极端的刮呀、蜜蜡呀、或者镊子拔呀，对，其实会就是伤害到毛囊。对，像这支我觉得就是怕痛的人就可以放心了，因为它这个就是催眠毛囊，它的原理嘛，就是催眠毛囊，然后无痛脱毛的帮助，它的这样一个原理。对，所以它就是利用催眠，对，然后它是利用采光的话呢，照进到我们的皮肤里边，然后让黑色素吸收变成热能，然后让它的毛囊就是进行一个催眠状态，对，然后再萎缩，再慢慢其实毛发会长得越来越慢，越来越稀软，然后连续用几次之后，其实慢慢就不长了，皮肤就看起来更加的光滑。对，所以这个其实我觉得还是蛮实用的，而且小巧精致，这个就不会痛是吗？对，来进行一个我们皮肤，哇，好凉，好舒服。对，有的。哎，你这个可以量一下，好冰。其实你更想要的是那个脱毛吧？对啊，哦，这好冰，很舒服的。所以你脱毛过后可以做这个冰。